鲜少放闪的邱泽和徐伟宁在2023年春节同框出席新年亲友聚会，两人也 cosplay 起兔子可爱的样貌，让粉丝相当惊喜。而徐伟宁更身穿充气兔子装，写下新年快乐，祝福大家兔飞猛进，快乐幸福 together。我想讲，找伊登去拜拜，我恁阿爸看卖，伊查某囝出门无照顾。小坤，喂。邱泽和徐伟宁自从在2021年12月晒出戴婚戒的合照宣布喜讯后，两人在社群上一直相当低调。只有2022年底，徐伟宁在现实动态发了一起准备晚餐的画面，而日前夫妻俩参与演员丁乔维的性别派对也留下合影。这次则是与亲友合照，近期难得频繁展现甜蜜氛围，也掀起一波网友讨论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哦。望着你了。